重磅消息在央视内部传开，导演冯小刚有望掌勺央视春晚，只是双方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在商榷。针对冯小刚导演春晚这一消息，某网站还进行了网友投票，结果显示近50%网友认为深厚的贺岁喜剧经验，冯小刚指导春晚很有戏。在如果内地电影导演进军春晚，你更看好谁来指导这一选项，60%网友投票给了冯小刚，认为他接地气，能导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春晚。也有近20%网友投票给了张艺谋，认为他大型晚会舞台导演经验丰富。随后又有消息报道称，央视2014年春晚总导演人选已经选出，央视大型歌会中华情总导演郭继红脱颖而出，当选为2014年央视春晚总导演。此前他曾连续4年担任春晚副导演，而郭继红导演将会和另一位男导演合作，一起指导春晚。眼下二人的名字和标书已经汇报至中央台上级领导，待审批过后很快会宣布结果。难道冯小刚真的没戏了吗？有媒体致电冯小刚本人求证此事，他并未正面回应，只是回复歌只是个传说，让人摸不到头脑。